还很红。前往南投特生中心道路上，行进一个又一个路口，但抬头一看，这一面特别不一样。罕见标志乍看之下像把梳子，细看像是这个字，依笔画顺序从右边写到左边，像极了国字飞的右半边。哦，真的不知道这个呢，都没有发现哦。这个好像是，也不是平交道啊。觉得应该是类似有巷弄之类的吧。直觉反应的话应该是这样。附近居民一头雾水，也不知道这个标志是什么意思，当地辖区警方来解答。这个标志是一个多叉路口的标志哦，表示前方的一个道路有多项的一个叉路。特殊标志因地制宜，在垦丁国家公园内，鹿蟹平时生活在陆地上，到了产卵季节，某些冒着生命危险穿越马路前往海中试卵，因此设置了鹿蟹出没减速慢行的标志。过去还曾出现新北新庄的新树路公车站旁，随地解放图下面有两颗蛋，一把剪刀，至于什么意思大家发挥想象。另外从新庄到桃园的路标像极的贪食蛇图案，花莲南跑道尽头飞机航道交汇处立着飞机起落标志，提醒除了车辆交汇交通安全，还要注意天上飞的民航机和战斗机起降。高美馆整理出园区内创意标志，这个当心养笑上面还有一只鸟，原来是要提醒民众小心天降鸟的排泄物，以及这个严禁烤鸭，园区池塘内鸭子仅供观赏用，各种标志枯索呈现，无论提醒或警示其实都各有意涵。